躺在王菲李亚鹏枪下的明星之谢霆锋。其实小谢同学不能算典型的躺枪党，毕竟他和王菲有过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，如今旧爱婚姻崩盘，同为娱乐圈人士的小谢自然深知自己不会被放过，且看看他会怎么说。谢霆锋，我记得打比赛年了，打电影了。